墨银缓不寿，这玩意儿好呀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是我们要驯服的东西啊！来，先把紫松果准备好，给你吃。哎，它的血量怎么只有半颗星？哎哎，对不起，拿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好，冒爱心了，驯服了。哎，别跑呀，哥！等等等等，我们先把鞍拿出来，还有这个吊杆啊。我们现在驯服了之后呢，就可以骑行。别动，把鞍给它套上，然后呢，咱们就可以骑。拿着紫松果吊杆，咱们就可以控制它前进的方向。哎，你看。哎，不过这个速度怎么这么慢呀，兄弟们？哎，他真的是比猪还慢，这也没什么用呀，速度太慢了，没有。哎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他是可以飞起来的，飞起来之后他的速度就快多了，我们坐上他就可以在这个虚空里边翱翔。哇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好东西，落地啊，我们把它带回家。我们家里边的这个末地生物展览馆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只需要把它带回家。哎，别跑，别跑。为什么老要跑呀？拿拴绳把它拴起来，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虚空镐子挖一个虚空传送门，把它带回家。来，好的，你给我进来吧。来来来，进来。OK， 哟，掉下去了，我们先上去。一个肯定是不够的啊，我们最少要抓两只回去。我们先回去。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型的玻璃缸啊。之后我们要在下边铺一些什么墨地石之类的啊，咱们就可以做一个墨地的生物展览馆。OK， 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回去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为什么没有回去啊？啊，那没有办法啊，我们只能再去找地牢了，还要再走很长时间。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的，之后把这个缸装修一下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这边这个门先挡起来吧，万一它跑出来就麻烦了。我们把这边的泥土挖掉两个。OK， 把这个门填起来，咱们去找地牢，继续运输末地的生物。好的，我们又来了，我们可以砍一些这个紫松果啊，咱们可以喂食这个末地缓步兽啊，多搞一点咱们还可以种，是吧？来，多挖一点，然后这个末地石的话，咱们也可以连锁采集一点，回家装修这个末地的生物展览馆，直接连锁采集，多搞一些。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把这些末地石全部都放在牵引盒里边，然后呢，咱们再去找一下末地的生物，尽可能把所有末地的生物全部都带回家。哦，末影噬菌体，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玩意儿好像是没有攻击性的。哎，你看，他不打我，那他应该是没有办法驯服的。咱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拴绳把他拉住，别跑。哎，这个拴绳还不能拉，那用套索来试一下啊。来 ，OK， 套索可以套住啊。那这玩意儿咱们也要运回去啊，毕竟是一个稀有的生物。哎，你看他想飞，但是他飞不走。哎，我们拉着他。好的，把它拉进去啊，把它带回去之后呢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要回来，要不然的话还要走很久，还要从这个末地传送门进来。OK， 它进来了，好，我们走。末地里边还有灵异，但这个东西是真的不好抓呀，兄弟们。想要驯服它的话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灵魂之心，可以吸引它们，它们就可以把我们当做主人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先不搞了，这个东西比较麻烦。哎，这边还有这个玩意儿，哎，我们先看一下它能不能被驯服啊？我记得好像是不能的。哦，它是一个机器人啊，兄弟们，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动物，它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东西不能被驯服，但是咱们可以制造它啊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不用抓它了，我们还可以合成一个东西来代替烟花火箭飞行。哎，这东西好呀。那现在我们就先不搞了啊，因为它是可以制造的，我们先不急。好，我们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生物啊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哎，有鱼，据说这个东西应该也是可以被带回去的。哎，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装在桶里边。哎，可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，已经装了四个了，再搞一点啊。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大鱼缸里边，不对，大玻璃缸里边绝对是特别好看的。哎呦，差点掉下去。又装了七八个啊，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找找这边这个灵异。哎，这个玩意儿，这个东西好像叫做什么咒游兽，是吧？它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驯服的。来，我们勾引它一下。哎，你看过来了，咒游鲟。 OK，驯服了，这是鱼还是虫？哎，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啊，它有一个妙用，大家可能不知道。当我们掉落虚空的时候，它会把我们救起来，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啊。咱们可以来试一下，但是我有点害怕啊，我的小命就交在他们手里边了。看一下，哎，大哥，快来！哎呦，有点慌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好在他把我拉起来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可以啊，哇，飞好高，轻点放，大哥，轻点。哎，可以，这玩意儿咱们带回去，来，拿拴绳把他们俩拴起来，别跑。 OK， 还有一个，好，给我进去吧。哎，进去一个，来来来，赶紧进去。好，咱们也回去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个末地展览馆，现在已经有三种生物了啊，不对，四种啊，还有鱼。先把他们拉在这个角落啊，等这个传送门关闭之后我们再放开，避免他们又飞回去。看一下啊，等待一会儿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不能急。哎，这个过程要耐心一点。好，消失了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拴绳取下来了啊。接下来的话，咱们可以把这个地板什么的来装修一下啊，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个末地石了。
好的，全部铲掉，我们再来把这个墨地石给它铺一下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宇宙里边的鱼给它放出来。哎，好，为我们这个展览馆添加了。哎，喂，哥，他们把我的鱼吃掉了！哎，这两玩意儿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呀？让他们停留啊！停留了之后应该不吃了吧？别动！哎，他为什么不能停留呀？难道说还没驯服？再给他吃点鱼。哦，这样的话就驯服了。让他们都停留啊！停留了之后，咱们把这个鱼放出来，应该就不会吃了吧？哎，为什么呀？不是停留了吗？这，哎，还有鱼在外边。难道说这个鱼会传送吗？哎，等会儿我们把它抓回来。来来来，回来，别瞎跑。OK， 再来试一下啊，不要吃了，大哥。哎，好像停留了，不会吃了。啊，好烦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但是我的鱼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可以用拴绳把它拴起来，对吧？先回家取一下栅栏，把它俩拴在这边，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接下来咱们再去墨地再搞些鱼啊，看一下还会不会吃。如果还会吃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但那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啊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我们继续去墨地啊，继续去搞鱼，最好呢把这个灵异也带回来。哎，这个紫松果不能种吗？那就算了吧，我们直接出来。